呢排个个都话要去 M 家博物馆参观，如果未有机会去嘅话，都可以先嚟呢一间 cafe 叹下下午茶先嘅。点解？因为佢哋最近就以哥伦比亚著名艺术家嘅创作为灵感，推出全新嘅下午茶套餐，店内嘅布置同样有艺术气氛。佢哋展出咗曾经放置过喺艺术家屋企嘅画作，客人可以慢慢欣赏。另外都有纪念品可以买走嘅。下午茶套餐方面，厨师就以南美作为背景创作一系列美食套餐，加埋有六款食物同两杯饮品。虽然选择唔多，但系色彩够晒缤纷。加上餐厅将艺术家其中一幅名画订制成为托盘，心思啊都加晒分啦，打卡真系一流噶。食物卖相精致，烟三文鱼味道咸香，配埋底层嘅香草酱非常滋味。平时蜜瓜配西班牙火腿就见得多啦，今次餐厅就依照画中嘅水果款式，特意选用西瓜配火腿，果香清甜都几夹噶。而墨西哥脆片就够晒香口，加上自家制酱汁，香辣野味，特别有南美风情。另外仲有汉堡包夹上呢个牛油果同埋汉堡排，份量大细啱啱好啊！食完下午茶，客人不妨翻屋企再了解一下呢一位哥伦比亚艺术家啦，好好回味呢一餐啊嘛！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